那么接下来你将看到的，这是一场中国对泰国男子无差级别的对抗。首先我们请蓝方，来自泰国，29岁，黑金刚阿虎。现在今年29岁，17岁的时候就获得了伦比尼全场105磅的金腰带，2010年获得堪普泰拳世界冠军，他就是黑金刚阿虎。和他对阵的这一位啊，是来自射箭石岭武协盛唐武术训练中心的教练，他是今天晚上参赛的中方队员当中年龄最大的，34岁。我们有请张向辉。退役很久，1996年和1998年连续2年获得河南和河北两省拳击比赛的冠军。34岁，他这场比赛其实与胜负没有什么关系，他其实用今天的比赛想告诉他旗下的每一位学员，作为一个运动员，存在就是拼搏。他就是张向辉。比赛现在开始。观众朋友 ，WRF 环球拳王争霸赛一场男子无差级的比赛开始了。我们现在是在河北的涉县，宋杰和王洪强为您带来的一场无差级的比赛了啊！胡芳叫这个张孝辉，是来自河北涉县石岭武协盛唐武术训练中心的教练啊，张孝辉。今年已经34岁了，他的对手是来自泰国的黑金刚阿虎。我们看到这个阿虎在今天的比赛里面，你看他很放松啊，而且你在对非常的有比赛经验，在泰国打过100多场比赛，这对于这个张孝辉来说是一种挑战啊，碰到是个泰国拳王啊。刚才那个地面锤很重，因为张向辉毕竟是已经他的辉煌时期是在90年代90年代末期的时候啊，练拳击的34岁啊，这场是一场无差级的啊，所以说85以上然后就没有这个级别之分了，所以说呢这个张向辉的体重呢是100公斤，所以说这个在体重的力量优势上啊，比阿虎要有优势。这个黑金刚阿虎说：“你打吧，我能扛得住，来吧。”
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啊？就是说这个，哦，这个泰国选手把齐膝绑手的时候都被扫倒。非常非常重啊，非常非常重。你倒了，但是我也受伤了，这叫破釜沉舟啊，破釜沉舟了，破釜沉舟了。但是我估计这个扫腿的力量非常非常重，估计那个谁的这个阿虎这个膝关节扭伤，扭伤了，应该有些踢的一些损伤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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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力量太大太大了啊，宝刀不老。